徐公公，你真会说笑。徐公公，哎呀，徐公公，您明天真的要回京啊？要不是出了点意外，昨晚就回去了。啊，哎，徐公公，文达祝您回京一路平安。请公公回京的时候。 千万不要忘了文达的小事儿。你救过我，我怎么能忘了你呢？哎呀，岂敢岂敢岂敢！哎，其实啊，徐公公太客气了，有多少人排着队想跟您沾上点关系，这都等不上。现在我就有机会帮到徐公公，是文达三生有幸啊！哎，文达敬你一杯。 徐公公啊，常年在宫中沐浴圣恩，又有金刚护体，那是吉人自有天相。别说区区几个小马匪，就是几十个上百个，也奈何不了您呐。哎呀，瞧这小嘴甜的啊，说出话来就是那么忠诚。这是事实，绝对的事实。徐公公，您一向那么爱惜人才。 我们贺东家的事儿，就有劳您费心了。你就放心吧，这事儿啊，我放在心里了。得等机会，啊，再过一个月，州府里面人事变动，一定会有位置的。啊，哎呀，谢谢徐公公的栽培，贺文达，终生铭记。 小能，哎，官差大爷们都喝得怎么样啊？放心吧，楚姑，都招呼得好着呢。贺东家，你刚才不是嫌我这酒不够劲儿吗？马上啊，就给你来一个够劲儿的。啊，有劲儿！小能，快去酒窖。好。来，各位官人们。 今日你们就得启程回京了，这可是风月楼最后一次招待你们了。今天你们可一定要吃好喝好啊！来来来，把杯端起来，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！来来来，我去吩咐厨房再给你们做几样好菜啊！过去过去，招呼好啊！进吧，来来来。徐公公啊，慢点喝，一会儿啊还有好酒呢。 干嘛呀你！想死的话就给我接着救！我怎么听见有人在喊呢？啊，咱们看看去。哎呀，没有声儿，这哪有声儿啊？官爷，您听错了啊！来，我们继续喝酒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啊！ 我绑结实了，哎呀，狗狗疼疼疼疼！你还知道疼啊？你还知道疼？别着忙！别别别别！你到底疼怎么样？何东家，这话应该我问你啊。你堂堂一个东家，不会连十两和五千两都分不清？是啊，你怎么连五千两、十两都分不清啊？狗狗他胡说！ 胡说！切，你少说几句，听人家的。我胡说？哼，你拿区区十两，何文达，你打发要饭的，还是拿徐公公的脑袋开玩笑？别别别别别！贺文达，你怎么能拿我的脑袋开玩笑呢？公公，您别听他的，您不要听这个小人说的话。不是不是，我怎么会拿公公脑袋开玩笑呢？ 我只是觉得不能助纣为虐，这猪！哎呦，贺文达，你好大的胆子呀你！你真是气死我了你！公公，保重，保重。贺东家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怎么能为区区五千两就拿徐公公的命开玩笑？是五千两重要，还是徐公公的命重要啊？是啊，楚楚，你说什么你？
不是，公公，不是这样的。何东家，人不能太贪呐，什么都想要，最后你只会人财两空。闭嘴！不用你来教训我。哼，把真银票拿出来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耍诈。 我保证不会像现在对你这么客气。把钱拿出来呀！把钱拿，这给人家呀！这钱，在我兜里。拿出来。啊，哎，这回不再是假的吧？千真万确。帮我看一下。真的，真的。 无耻之徒，拿了银票赶紧滚蛋，别伤害了徐公公。呸！这时候你说这种话，晚了。公公，放心吧，我们拿匪有原则，我们向来是。 说贺文达呀，贺文达呀，钱算什么玩意儿？公公，你听我解释。公公，我听你解释个屁！我的命在你眼里呀，那就算是个屁。不是个屁，不是个屁。什么？是个屁，是个屁。这公公误会，完全是误会啊，公公。哎呦，公公，徐公公。 您千万得消消气儿，小心气坏了身体啊！保重。小姐，慢点儿。小姐，还是我背你吧，你哪走过这么长的路啊？不用了，这一路上你也挺辛苦的。我们两个慢慢走。 总会走到家的，嗯。哎，慢点，小姐。行。行。徐生。 和他娘他们，玉桂，别瞎说。爹，我只是想回家了。爹送你回家，来，做完了吗？嗯，走。 公公，一路上要多加小心，得闲了就常过来看看我们啊！嗯，知道了，楚楚啊，我走了。嗯，您慢点儿。公公，这儿呢是风月楼特制的点心，您最喜欢吃的，您拿着，饿了时候打个牙祭啊。哼！官差大哥。 这是我们风月楼一点小心意，麻烦你给徐公公带着，路上慢慢吃。楚姑想的真周到，好，走。公公，卖官的事。
提什么美观的事儿啊？现在人都走了，这时候不提，什么时候提？你等人气消了再提呀、啊。你呀，你多烧烧香，自求多福吧。但愿这银子没白花。这么他娘的倒霉，早晚掐死这个鬼。楚楚，楚楚，徐生，慢点啊。嗯。行了，玉桂，你先扶小姐回去休息吧。是。爹，您是又要去风月楼了吗？哼，爹还有些事情要办，你好好休息吧。是。行了行了，徐公公已经走了，赶快回去找你的张宝琴吧。哎呀，你饶了我吧！这几天啊，简直要被他们逼疯了。为了这个地契，一家老老小小都跟我闹。这个家，我真懒得回去。你在我这住是要付钱的。怎么了？啊，那个人在你这儿住，你也要钱？随便一说嘛，你还当真了你？哼，要我说，那个人就是死心眼儿。他刚才为什么不把你抓回去关起来？那你就彻底不用再疑神疑鬼了。你胡说什么呀你？你胡说我就胡说，怎么了？你巴不得他替代我是吧？哎，贺文达，你动脑子好好想想，你在山上半死的时候是谁把你救回来的？要不是我，你早喂狼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都是我不好啊，这话别说了。哎，徐公公的事儿啊，你千万把我盯紧点儿。行了行了，这轱辘话来回说，烦不烦？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把手枪弄回来。那个鬼啊，敲了我5000两，还不肯罢休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得回来。你就这么怕他？不是怕，是不得不防。哎，你说从哪儿弄枪去呢？那个林祖刚那个王八蛋，靠不住。史密夫，哎，林祖刚的枪就是从他那儿弄来的，怎样去向他提出来呢？啊？哎，对了，史密夫这个特别好色，先把他带到风月楼，让他快活一下，先给弄晕了，再给他提条件也不迟。对，就这样。娘，菊生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夫人，林东家他欺负小姐，我们实在忍不了了，就回来了。是因为地契的事儿吗？都是娘不好，娘不应该让你去做那事儿。娘，你们俩就是这么一路走回来的吗？不是，是爹给我送回来的。你爹？嗯。他在哪儿？他刚才还在呢。娘，等等，等等，文达，文达，你是在叫我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才好。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找我什么事？行了，有什么事快说吧。你的伤还好吗？托您的福，
暂时死了。一日夫妻百人，微雨女也做了几日夫妻，你竟然一点情分都不顾，你真的狠得下心当贺文达的杀人帮凶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心里记恨我。自从那天以后，我常常晚上做噩梦。我帮文达骗你，我也是逼不得已啊。你以为凭他贺文达杀得了我吗？那你回来是报复他吗？你说的。干嘛呀？啊，别这样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的关系，怎样的恩怨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你来贺家这段日子，你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，你是全心全意为贺家好，而且今天你还出面劝退了那些宗亲们。行了行了，有什么话直接说吧。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但是地契的事我真的不知道该去求谁了。你跑出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？不，不是的，我是为了告诉你我的愧疚和感激之情。至于嫡系的事，你完全可以不管，而且我也没有资格去请求你的。哎，姑爷，你多忙，姑爷，哎，雪莎，你的事等我迎接完这位贵宾再说。祖刚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岳父，岳母，举生呢？没跟你一块来吗？您别逗我了。菊生不是回家了吗？菊生回家了？没有啊，我和你岳母一直在家，没见过菊生啊。不是，照您这么说，菊生没在家。是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菊生在家里做错了事儿，我娘也是个急脾气，就说了她几句。没想到他大小姐脾气就犯了，趁着我这茶庄着火，我去救火，离家出走跑了。我干什么呀？说什么？我好好的女儿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放在手里怕摔了。你说骂就骂。岳父，你搞错了，是他不对待先，他不尊长辈。不管你什么原因，反正菊生没回来，路又这么远，如果有什么意外，林总刚，我跟你没完。岳父，咱讲道理是吧？别这样啊！菊生不在是吧？我可以去找。行了，没事了。你要是菊生回家了，您就告诉我一声。哦，对了，你把那银子赶紧给我筹齐了啊！你们贺家那地契挺重要的，放我手里我还不踏实呢。告辞了。贺文达把女儿嫁给这个混蛋，连地契也押给他。他已经鬼迷心窍了。哼，他闯的祸，你让他自己填窟窿吧。我知道这对你很不公平，可是除了你，没有人能有办法。而且，你也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真的？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你说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你。把贺文达骗到庙里，也给他两枪。这不可能。那行，那换一个，第二个你肯定能做到，当我的压寨夫人。你看你，还说什么都答应我。我求求你，帮帮我，帮帮贺家吧。史密夫先生，再喝一杯。好，又好。楚楚老板，你这个方月楼真是……那句话怎么说？人间仙境啊。
史密夫先生，你真是过奖了。什么先进不先进的，只要你玩得满意，我们就高兴了。就是啊，满意，非常满意。哎，史密夫先生啊，前阵子您不是说要入股桑园吗？哎，最近啊，我家桑园正打算扩大规模，啊，这个需要投入，不知您现在还有没有兴趣？嗯 ，Of course， 我一直对贺家的桑园很有兴趣。那天方便，你可以带我去参观一下。哎，太好了，随时欢迎啊。哎呦，史密夫先生咬到我手了。Sorry， 我以为吃的是糖呢。真的。对了，史密夫先生，我还有一件事呢，想请你帮个忙。什么事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最近啊，我家里总是闹贼，不知您能不能帮我买把枪，啊，以备防身用的。小事一桩。改天你过来取就是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史密夫先生真是豪爽。来，我敬你一杯啊。来，小姐，我们现在已经回家了，你怎么还不开心呢？话是这样说，只是我毕竟是有婆家的人了，嫁出去的姑娘，泼出去的水，恐怕老待在娘家，被人家笑话。姐，你可别这么说，这可是你家，你就安心在这儿待着，想待到什么时候就待到什么时候。少爷，林东家毕竟是吉生姐的夫婿，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，事情总是要自己解决的，而且还要在一起一辈子呢，不会闹得太僵的。桑枝未落，其叶沃入，却始终撑不过一场秋风，这就是命。亏你还知道自己是什么命。东家，我说你们贺家这是什么门风啊？过了门的小姐偷跑回娘家就不回去了。关键是你爹和你娘还骗我，唱双簧说你不在家，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？你知道我多急吗？四处找你，你倒好，在这儿游戏桑田，吟诗作对，挺有雅兴啊。走啊，回家吧。你要干嘛？我带夫人回府，这有错吗？啊，走。东家，东家，你东家，东家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要罚就罚我吧。你给我滚蛋。玉贵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，小贱人，回去我再收拾你。走，放开我姐，快去找夫人来。夏教导，敢在姐夫面前逞英雄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还嫩得很，给我让开。哎，姑爷，都是一家人，别伤了和气啊。既然到家了，进屋坐坐，我给您沏壶茶喝。不客气，今儿就算了吧，等我回去把我女人调教好，我自然来贺府喝你这杯茶。啊，走。我让你放开我姐。我说你有完没完啊，让开。你放开我姐。让不让？
你放开我姐！好说不行，非得动手是吧？我再问你一遍，让不让？我不让！你个小这个崽子，你！不，我今天就带你爹好好教训教训你！放手！你敢！没事，岳母大人，我跟民生闹着玩呢。来来来来来，你起开。不过您来的正好，我正要问您，您不跟我说这菊生没在家里吗？啊？腿长我姐身上，她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回来，不行吗？医生，你来的那天，菊生确实还没有回家。哦，这么说我就明白了，误会嘛，没事啊。那这样吧，我就有劳您劝劝您女儿跟我回家吧。啊，菊生不能跟你走，我们东家说了要留他在家住几天，现在东家不在，菊生要是跟你走了，我没有办法跟他交代。好，既然岳母大人这么说了，我再坚持就是不懂事儿，这个面子我给啊。菊生啊，你要是想在娘家多待两天，就先住着，没事儿啊。什么时候住够，想回家，就差人告我一声，我亲自来接你。但别让我等太久啊，我会想你的。你赶紧走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明生少爷，别忘了，这桑园的地契可是你交到我手上的。你等会儿，要这么论的话，好像是你们站在我的地盘上和我指手画脚啊。哎，岳母大人，这不妥吧？啊？宝琴又软弱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桑园的地契再晚一天，我就一天寝食难安呢。东家，进来。东家，怎么了？贺东家来了。贺文达。一个人来的，我以为你心疼我，把菊生给我送回来了呢。菊生的事先不说了，干脆我们直来直去。这个，贺家的地契，还给我。银子筹得够快的呀，不会是老奶奶给的吧？不对呀。老奶奶平时最讨厌买官，这事儿不用你操心。贺家怎么说也是大户，区区5000两不难拿出。现在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钱你收下了，地契拿回来。哎呀，这事恐怕不太好办呐。为什么？不瞒您说啊，这5000两借给您以后吧，这生意就慢慢周转不开了，我也没办法，一着急转押给别人了，期限半年，不过要赎回来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我算算啊，连本带利怎么也得10000两吧。林祖刚，你说什么？不是岳父，你这
最近老跟我动粗可不对啊，你以前可不这样。这就对你有话好说啊，我这是在商言商，按规矩办事儿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火气还不行？我告诉你，我还没生气呢。前两天你和岳母骗我，还大街上当众羞辱我。好，我不说什么，我去你家找菊生，我带自己媳妇儿回家，岳母死活不让。凭什么？你们拿我祖刚当什么？当软柿子捏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当面叫你声岳父，那是给你面子。你别忘了你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什么样，那就是大街上的叫花子，你知道吗？行，废话少说，到底要多少？你说。我说了，10000两，一分都不能少，否则这地契你拿不走。东家，干什么？贺家老夫人亲自来了。老奶奶亲自出马，这地契的事儿大了。好啊，快请进来啊。是。老奶奶，您上府上来怎么也不提前派人知会我一声，我好准备准备迎接您呢。来。娘。坐。哎呦，您坐，哎，您小心。上茶呀，就那个一品，那个。不必了。左刚啊，我既然来了，就不绕圈子了。啊，我是来赎我家地契的。啊，您大半夜的过来，原来跟我岳父是为了一件事。那早知道您一家人一块儿过来呀。要不就是您信不过我岳父啊。这文达呀一时糊涂把地契押了出去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我如果早知道啊，我绝不允许他做这种事情。是，文达，咱们贺家什么时候到了抵押地契的地步了啊？左刚，今天呢我带了5000两，不多不少。我的孙女婿啊，你是不是可以看在我这半截土埋的老太太的面子，尽快的把地契还给我呢？瞧您说的什么面子不面子，这地契本来就是您家的，我只是暂时保管一下，这钱一来这地契马上就交给您。可是真的不巧，刚才我已经跟岳父说了，我这手里一时缺钱就转手押出去了，那就半年，很快。是吗？那我多出一些钱，是不是可以尽快的拿回来呢？那您这么说，那是自然了。那我去疏通疏通，争取一下。衣柜，给您拿回来行吗？那你看，我要出多少啊？这。刚才跟岳父算过了，可能得要10000两吧。娘，这10000两。好了，都是你惹的祸。好，就10000两。那这事儿就辛苦你了，我们等你的消息。不辛苦，这为您办事儿，我这义不容辞啊。岳父，您看，这么办您满意吗？不是，奶奶，您这要走啊？我这茶还没上呢，茶呢，快点儿！不必了，你也该休息了，请留步。奶奶，我送送您。岳父，您也要走啊？那慢走啊，小心点儿。笑话了，哪来的钱赎的地契？抢您儿子的。
你又是从哪儿窜出来的？贺文达刚刚惹出事情，你儿媳妇解决不了，所以就来找我。真是笑话。娘，你真大度，面对林祖刚这么个小人，居然还这么有风度。您真觉得他把地契押出去了吗？我看他是故意敲诈你呢。你看着吧，一个月以后他接着拖，不达目的他不会罢休的。我虽然是马匪，但我不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。这银票刚到手还没捂热乎，再加上宗亲去闹事那一笔，你们竟连句谢谢都没有，这是大户人家做事的态度吗？我谢谢你，虽然是要来的谢，可是让你说出这几个字真是不容易。你要上哪儿去啊？再帮你一回吧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家到底值多少钱。他再帮我一回，他又要干什么？反正应该不会做什么对贺家不利的事吧。啊，老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回去吧。你慢点，慢点。大哥，城里的事办完了。兄弟们，最近也没出去干活，手都痒了。那还用说了，好不容易结了个公公，才弄了十两银子，这口气心里憋着难受呢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？哟哟，这回是真的。哎，大哥，原来你去教训那些骗子了。不然你以为我干什么去了啊？五千两变十两，这口气我能咽得下吗？这回我看行了。弟兄们可以风光风光了。是啊，是啊。这笔钱啊可有用处了。这好东西，枪这玩意儿好用啊，回头给兄弟们都配上。哎，马枪，马枪，马枪。现在我们啊钱是有了，还不少，现在还有一票大户，咱们商量一下到底要不要干。大哥，一句话，谁还嫌钱多扎手啊？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对对对，再敢下手啊！胡院有一个大茶商。大哥，胡院城里的地形咱不熟悉，那个大茶商咱就更不认识了，这行吗？放心吧，地形我早熟悉好了，你们跟着我拿钱就是了。好，跟着大哥抢钱去。这回不生抢啊，换个别的新鲜抢法怎么样？别听大哥的。好，听大哥。爸，还不怕？爸，怕了吧？你吓死我了！抽什么风啊你？枪终于到手了，怕了吧？有这个玩意儿，谁都不怕。哎，那个史密夫刚走，这人还行，办事啊还挺爽快的。这大鼻子精着呢，无利不起早。他帮你是因为看中你们家产业。哼，他心里打什么算盘我最清楚，只要入股的事能谈成，我马上能拿到一大笔谢意。你别自己在那白日做梦了，洋人入股你娘会同意？再说挣了钱，那钱能揣你口袋里？再说还有张宝琴呢。行了啊，我心里有数。爸，切，干嘛？贺文达，你怎么越来越像个坏人？你身上一点过去的影子都看不到了。我像谁都无所谓，反正我是越来越强大了。哼，哎，我已经约了史密夫谈入股桑园的事，
这玩意儿，心里踏实了。怕他来找你？说什么？现在应该是他怕我，他敢来，我马上请他吃几颗子弹。哼，我们的账就一笔勾销。不敢奢望，还是爱过什么？